现在的阿金和现在的科比挤挤开。我认为常态状态下，阿金是和科比目前有一战的实力的啊。如果他能兑现我们曾经对阿金的这个实力想象，尤其是上限回到菲利包的这个情况来说，菲利包的这个战力应该是比较猛的。科比平时的这个状态，在他不爆发的情况之下，感觉都不如一般的中将啊，可能就是跟斯摩格差不多的水平。但是，一旦爆发之后，他的上限有点夸张，一下就实力暴涨，尤其是攻击能力，他现在已经一次有八长了。我很好奇这次动画组是怎么展现科比那一招正直冲击、正直颧骨，一击击碎皮萨罗的巨手的那个画面。他的攻击力非常夸张，那结合常态和潜力爆发之后的这种攻击力的情况来说，科比现在的这个实力完整的表达出来的话，就有可能都接近准大将了。攻击力上感觉都已经是准大将了，这就有点夸张。阿金的话又是相对比较边缘的人吧，虽然他的这个名声在海贼界，尤其是对于观众来说已经是个传奇，但是客观来说，他的实力上限也就在菲利包那样，3.5比6.5吧。阿金是3.5，科比6.5。